听机。把机器设置到是进入模式选择，然后设置到 DMX。然后呢，去控台，控台这个是第一通道，啊，第一通道，第一个通道，推到它和1到48之间，啊，推到5都可以，推到10都可以。然后呢，那第五通道，就这个，第五通道是叫它的节目。每推一点点，它的数字就不对。那这是一个选择节目，越慢越好。